哎呦，难得你交错一件事情了。我看它的灯大部分都跟红石灯差不多，只是它有不同造型而已。哦，那用红石灯就好了。你们的水力发电做几台啊？我人家说基本四台就够了。不巧掉。那个人家值得信吗？哎，交了蛮多有用的，只是刚刚难得他交错了。可使用的。对，他刚刚难得交了一个错误的。马上被打脸了。有人说你 GP 过载、欸。可是他自己从来没有那个 GP 不是吗？那个我用了很多的传输节点。哦，对，他一个传输节点好像使用4吧。过载啦，可能就要更多的水力喽。音乐，嗨嗨，我在你家偷电。哦，偷啥电？共振仪。还你。我一直调成放置方块，哪一个是放置方块、啊？哦，你末影人头颅不用了、啊，那个是我在音乐家乱放的啦。啊，是我乱放的，只是好看啊，没有作用啊。嗨嘿，是，所以他也放了一个吗？对。哦，你不要了。哦，我怎么了？你那时候就是末影能打到，我想说啊，身上好满哦。因为我在你家用那个烧制石头，等下他没交错，是繁星放叫调错。可是，一开始他放的时候没有用啊。哪个是放置物品啊？所以就用红石灯。你可以单独用红石灯就好，因为我看其他的就还好。就只是造型不一样而已。啊！神怪砖范围几层级？乘5？没有吧？中心算出去5个吧，半径5，我记得是。哇，这么大！大。这么多啊！那我不知道分很开了。我干嘛？啊，对，我要做那个。做几台啊？4台。8台，好。这样。分解。有啊，电梯我之后弄吧，不然这样走好慢哦。农场需要虚空漏斗，可以啦，有漏斗花啦。电梯只有上下8格而已哦。啊，一，那我外面擦亮一点吧。血魔法之后要玩什么？应该会玩龙魔法吧。因为血魔法装备被改得太不好用了，变弱了吗？变弱很多啊，不像血魔法一代的时候装备还不错用，现在就还好。虚空漏斗可以啦，漏斗花可以捡啦，只是虚空漏斗可以帮忙捡更快而已啦。这个先拿掉，拿掉，还我。问一下，岩浆发电机它是？哈，用岩浆发电。你想问？流过还是什么？塞进去？塞进岩浆里？不是啊，岩浆要塞进去机器里啊。塞进岩浆里。它这样的，它这个会比水的还好吗？还是并不会？你试试看嘛，你试试看喽。好，我试试看。气矿买吧。气矿买？为什么我身上会拿到铜精华？
你去人家家偷东西还讲那么大声？哈基，你那么有点无聊，显眼。在排队啊？你要收拾石头吗？要在排队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要不然你可以拿，我家有共振仪啊。好，那我过去。好，一人用一台。为什么你是朝下的？玻璃刀。锤子是三乘六。哦，是有格子可以直接挖。我太快了。两台。这一台。不是啊，因为它这个格子范围有点广。啊，算了，这样讲你们也不懂。你们不懂。你不懂。怎么懂我现在的心情？你不懂，怎么都不懂。这样 OK。可是这样子，它补鹅卵石的速度不够快啊。还是你用了几台那个发电机啊？就八台吧，就等那个啊，等我们打完中介龙之后，就可以改龙丹发那个啊。因为龙丹发电，我这一代那个四个速度升级，你那边变40 GP， 它还跑得动哎、欸。速度升级？哦，因为我现在就只有你那台在用啊。你那个跟我里面一个岩浆的东西在使用而已。可是，一台水力发电机也才产八四十六吧？哦，没事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一台产四而已啊，四乘以八32而已啊。啊，这边40哎、欸。嗯？没有出现过载讯息之类的？没有啊，它还可以跑哎、欸。我没过载啊。可以跑就好啦。哈桑啊！这里先放进去，然后接线。这样子的话，可是我觉得它这样子速度会很慢呢、欸，不会比一格的快、欸。这里，这样，五，四，哈，哈，哈，对什么？就是我在用岩浆发电机，但是它正在发电二，是在发电二什么意思？因为它不是灌岩浆进去，它是说周围有岩浆，哦，对。但不知道怎么提高。等一下，虚空漏斗要放在这个位置才行。开始思考怎么配的。配电？怎么配电？乱配一通。对啊。这里，然后虚空漏斗。使用者范围多广？使用者范围前面一格而已，不是吗？大概不能调吧，不可以调的话也太强了吧。然后宇宙之土，我觉得繁星不会会啦，只是我要确定那个安全我才会用的、啊。这里 ，OK， 这样子。那请问机器生怪砖，我现阶段做得出来吗？做不出来就闭嘴，做得出来就教我。我抄两面。这个放进去，这个放进去，不用火吧？这样子应该就行了吧？所以哈基，你还要再加了个加速哦？还有啊，我已经弄完回家了，太快了，4倍啊！
嗯。干嘛？我爸。这是聪明人的做法。是我笨。至少要九组方块。对，这样子的话，方块要很多，而且不一定他会补到我想要的那一格。这是我觉得最尴尬的地方。做好了。你要 TP 了吗？没有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这样虽然可以高效率，但是太多不稳定因素了。太多不稳定。挑着变吧。嗯。会均分到所有的吗？还是有办法升级？你就是这样隔一格叉，我再帮你倒水。还有流体的水。我也做八个了。哦，那我看，还是让我第二层。嗯，哎呀，走开啦！走开啦！走开啦！可以耶。啊。这样。啊，他就是脚胶这边放，不要让他变无限水源。这样，时空漏斗放在这里，然后这一个是这一个，我旁边这个好，然后哎对，放一个，放一个，好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啊、哦，一个最高可以到14哎、欸，就看16哎、欸嗯。我正在发电池哦哦哦，走开了，就放这里，左键。哇，接触到阳光诅咒之土就废了，风不好就爆炸多怪，哎呦，好恐怖哦。风好是怎样？只要隔一个。鹅卵石就好吗？这 OK， 出升级，好，就这样吧。其实这样子效率就已经很高了啦，算了，就这样。有办法，要调模式。哦。摩西啦，太麻烦了，我觉得这样就好，而且用多的话只会造成伺服器负担而已，哎，还是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你看之后可能大家人手都各一台。他说他用这样子在刷的话，哎，伺服器的负担其实会变很大。对啊，还是用一格就好了。干嘛？你在研究他，看他怎么用吗？看懂了，看懂了。嘿，我觉得你没有完全看懂，因为他还有一些里面的东西。你并没有懂。你并没有懂，你不要装懂。好了，我也要过去。他家还在吗？记得是哪一个？啊？离开了，离开了。有人可以带我过去吗？晚点，再弄。等一下，再给我几秒钟。这个不是要做火精华吗？等一下，不急。我现在火精华这个不急。我现在身上有点满，我想先整理一下。身上好乱啊！暂时最高能发到 3.5， 但只有短暂时间稳定可以发到3，但是岩浆的那个发电机它是怎么使用？他说岩浆包着是怎么包？就包着啊，就包着啊，包着啊，我也知道包着。平常都是月月讲，我懂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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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懂了。我不小心吃了我的平底锅一下。你吃自己的平底锅，好吃吗？啊、还有培根味。
哦，有平衡位吗？好哦。僵尸呢？对啊，我现在就是要去用僵尸啊，一步一步来嘛，事情很多要做、哦。来吧。好、哦，我挖一下这小祭坛。你做几个？八个。我八个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你看要带方块自己去第二层哦。自己去二楼做。对。躲一下。Why？等一下。Why？好。紧弄，我走了。挖一点沙子回去。我不能，不能怎么样？好，没事。听不懂人话嘛？哦，我第二层，我第二层。你去二楼，一楼住满了。我觉得以后就一人分一层好了。左右放岩浆，对吧、啊？我贴图过去，好。九一九，繁星那边的九一九，怎样了？有啊，有人说要教学，教什么？就火力发电的。哦，看到了，感谢。僵尸就是要养僵尸来捐血呀，僵尸。